人迹就位，你所见不妨往上。东西南北均有岗哨，毒贩人数约有100人，武装车辆11辆，冲锋枪、重机枪、火箭筒。我靠，居然还有坦克！最佳潜入点在哪儿？七里后方，因为湖畔面有条小路，防守力量最薄弱。能否锁定用目标的准确方位？少猜一点。 等着了，队长，现在是凌晨4:15，四眼负责侦察监控，英子、陈猛，跟我潜入救人，龙女远程火力支援，行动。 此人名叫张柏雄，是泰雄集团董事长。5天前，他从十四弟叛徒手中重金购买了一份资料，是十四弟核心人员名单。此事被十四弟发现，并将他绑架。我们的任务是要将他救出，拿到名单交给司法机构，铲除十四弟。 你倒是说说，贩毒的人，丧尽天良！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！啊！嗯！哎呀！啊！
我现在带你回家。 Thank you.
这么久，临走前总得送点礼物。 你醒了，小凤，我们很快送你去医院。这次真的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您一生致力于反毒，是我们历届小队最敬佩的人。对了，您的安全吗？名单被我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只有我女儿知道，很安全。 白熊，大哥，你不要紧吧？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都保护不了我弟弟，要你们何用？这，快把董事长送到最近的医院。张叔，小芳，两个的安全。 快走！你们几个跟上，暂时保护张叔的安全。是，队长，放心吧。 想干什么？给你一个惊喜 ，surprise！ 唐姐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你那么暴力，肯定嫁不出去的。我改了回国的行程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啊？你忘了，我一直都是用你的账户订网络上的机票。你又没通知家人，那只好我来接你啦。感动不？你没告诉其他人吗？没有啊。 哦，你是不是要去偷偷约会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竟不想这种事！不声不响的改签，还不通知家里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秘密？哼，秘密！问了一百问，走吧，我送你，你想去哪儿？ 我要去个很远的地方，先把油加满。 OK。 OK。
急，长话短说，爸爸需要你帮忙取个东西，东西就放在。记住，不要联系家里，也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现在处境很危险，我受你爸委托来保护你的。编，你接着编，我看去警察局怎么编。没有编，张欣然，泰雄集团董事长张百兄独生女，25岁，职业医生，身高1.68米，血型 AB， 天蝎座，练过多年跆拳道，性格泼辣。我没有说错吧？你不光是流氓，还是变态，你什么时候跟踪我的？你可以打电话确认。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还想骗谁啊？没时间了，赶紧走！哎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很厉害的，你不一定打得过。你电话很有可能被监控了，还不能再用了。喂，我没有骗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我没有恶意，是真的来保护你的。这儿不方便。我们出去再说。这厕所上的牛啊，还带回来一帅哥，求救命！救谁啊？哇！警察，他是杀人犯，他有枪。喂，小杨下车。别动，警察，往后退，退到墙边。快走！知道你今天穿的是皮鞋吗？我知道。那你还踩那么用力？不用力，你能叫那么大声？是。不过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帅哥是谁？一个流氓，变态，还说是我爸派来保护我的，我信他个鬼！我信你个鬼！信息量那么大，说不定是你在国外惹的情债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哼。要不，我叫我爸从他的保安公司派两个保镖过来保护你。不用，我有点私事，要单独行动。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回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包括你爸。好，好，神神秘秘的。今天也不早了，先去我的别墅休息一晚吧。
这栋别墅我检查过了，平时根本没人住，现在就只有你和你堂弟两个人。他正戴着耳机听歌，就算你叫再大声，他也听不到。变态，你为什么一直阴魂不散地跟着我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受你爸爸委托来保护你，所以你必须时刻处在我的视线之内。我爸爸才不会派你这种变态来保护我！你立刻从这里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报啊！报吧！王八蛋！你爸将十四弟名单藏在只有你和他知道的地方，让你偷偷去取，但消息现在已经泄露了，你随时都会有危险。什么十四弟？什么名单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警惕性高是好事儿，但我们越早拿到名单交给警方，你爸才能越早脱离险境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用我电话打给你伯父张百肖，立刻就能证明。好啊，电话给我。别再闹了，有没有听清我在叫什么？放开我，这个臭流氓！张扬，你们还说不是你男朋友？你看，玩的都这么狂野了。来来来，水果放这儿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啊！继续你个头啊！还不快来帮我！姐，这我可帮不了你，我是你弟呀、啊。你们继续玩，好好玩，我先走了。哎、别走！啊！别再闹了。小心！劫财劫色都不用这么刺激吧？嘘，不想死就跟紧我。
从这里跳下去。你，过来。不，我不跳，我会摔死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跳。你想跳下去摔死，还是被枪打死？我跳，我跳。能不能温柔一点？我不想死啊。快走！好可怕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吵什么吵？能不能安静点？我要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中弹，我可不想英年早逝啊！你要是中了枪，还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啊？英雄，恩人，谢谢你救了我的狗命，我无以为报，唯有一个堂姐已经被你笑纳了。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堂姐，救你只是顺手。不管你是顺手还是不顺手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我以后就跟你混了，你就是我大哥啊！你还说姐夫，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再说话把你扔下去。姐，你们都玩得这么开了，还不是姐夫。小心！你说谁玩得开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好开车，别生气啊，好好开车啊！姐，我饿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东西吃啊？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万一坏人追上来怎么办啊？我们都已经开了这么久了，他们不会追上来的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去找点吃的。真的？车发动机坏了，不好修。给他，修不了，修不了。真不好修。老板，不是钱的事儿。OK, OK, OK.
快点修，快修！哎，好。谁？你在看什么？在观察醉驾逃生路线。这也有危险吗？现在这种状况，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危险。你在干嘛啊？你这身衣服不方便，换这身吧。谢谢啊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的。我第一次被人用枪这么指着。先离开这里，太危险了，走。朝阳呢？朝阳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们去哪里了？你们去哪里了？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边，走，快！
张北雄的女儿没有抓到，张北雄跑了，他女儿也抓不住，你还有什么脸当这个老二？我还有其他安排，一定把名单给抢回来。这件事不用你管了，老三刚才的消息，张北雄已在他掌握之中，他会把名单完整的拿回来。老大，姐，你不可以死啊！都是血啊！那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你去门外守着，我不叫你不要紧了。我真的可以帮忙，出去！我真的可以帮。我闭嘴，出去！失血过多，必须马上输血。我会死吗？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
谢谢你啊，救了我那么多次。我说过，这是你爸的委托，是我的任务。你跟我爸爸很熟吗？我叫秦风，是利剑小队队长。你就是利剑秦风？你爸爸是我们的长期资助人。就是你没错了，我爸爸经常跟我提起你，说你是反毒英雄。你爸爸拥有亿万资产，却一生致力于反毒，他才是我们心中最敬佩的英雄。我妈妈是被毒贩害死的，我爸爸很爱她。在她去世那天，我爸爸发誓要用毕生力量来对付毒贩，扫除毒品，不让更多的人承受因为毒品而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他做到了，只要拿到14D核心人员名单，就能够将这个贩毒组织明处暗处的势力连根拔起。我知道名单在哪，我带你去拿。别急，等你伤好一点我们再行动。是因为那份名单的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什么事都瞒着我，我是你亲大哥。你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好处。当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，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不要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要说什么？我想要告诉你，赶紧把那份名单交给他们，咱们不招惹他们行不行？你忘了当年弟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就因为没忘记，我才要跟他们斗到底。你这是要害死全家，但能救更多无辜的人。嘿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这儿的医疗条件太差，带你到一个更好的医院去。你通知秦风的队友了吗？白熊啊，不要再和那些人接触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人。啊？这个房间的病人呢？刚走。说是要转院，追！
他们过去了啊。他们过去了。知道了。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哦，天天跟毒贩打交道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找女朋友不等于害了人家吗？切，女人啊。见色忘地啊。本台最新消息，今天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件，一辆黑色轿车在闹市中被火箭弹击毁，警察赶到时车内空无一人。据悉被绑架者是我市著名企业家泰雄集团董事长张百雄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对不起，老大，张百雄又被绑架了。按兵不动，等我安排。收到。怎么办，秦风？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！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名单，只有名单在我们手里，你爸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啊！这么破的桥，我们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前面就到了。别墨迹了，快点！
就这里。我妈妈以前是联合国医疗救援人员，在这片营地工作的时候，和我爸爸相识相爱。8年前，联合国撤走，这里也就荒废了。姐，叔叔有没有告诉你具体的位置啊？他当时正在被毒贩追杀，没来得及说具体的位置。就断了。那你说这个地方说小也不小，说大也不大，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啊？这样，我们四下找找看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走吧。可能啊，明明就在这儿，怎么找不到呢？没关系，再找找看。这里荒废了这么久，按常理来说，是不会有人来祭奠的。看这花干枯的程度，和你爸爸出事的时间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就在这里。
还名单，不留活口。明白。他们先撤，保护好名单的安全。走，走，走！快快快！好，快走！但不长眼睛，U盘给我。
U 盘呢？名单呢？你为什么要跟毒贩勾结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劝你快点交出名单。你看看后面是谁。爸。女儿。张扬，我爸对你如亲生，你还有人心吗？你给我放了他。把名单乖乖的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你还有你爸都得死。孽障，放开你叔叔，不然我先打死你。爸，你要帮着他们杀我吗？我是不是你亲儿子？是，你是我亲儿子，可你叔叔是我的亲弟弟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爸，你是张家的长子，泰雄集团应该是你的，我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夺回来。就因为这个你就要勾结贩毒集团吗？那又怎样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你想要有财富，想要有权利，你就得不择手段。混账，我没想到你陷得如此之深。放了你叔叔，不然我真的打死你。好，爸，你放轻松，你放轻松，我放了他们，我放了他们。大哥，爸，你的手下早已投靠了我，不然我不可能那么轻易就绑架到叔叔。你不争气，连你手下都瞧不起你。U 盘在我手里，你想要吗？原来你早有防备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汽修厂那些穷凶极恶的毒贩把你绑起来，却没有杀你，多此一举了。也许他们就想再多一个人质啊。你没有得到你姐的消息，却突然出现在了机场，太过巧合了。就是这么巧。这一路走来危险重重，你明明表现得很怕死，却从来没有想过单独溜走。毕竟你帮不上什么忙。我们姐弟情深，我不忍心让我堂姐孤身犯险，不行吗？可以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做，就等着你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情人在我手上，小心我的枪走火。把 U 盘交出来。
感谢你们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麻烦开快点。哎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难道我会吃了你吗？姐姐，这是一个大哥哥上船前让我交给你的。